夺宝三小炮，弯宝、中宝、金宝、魔宝，哈哈。到了最后一期了，真的有点舍不得家。哎呦，真的吗？我还以为你会迫不及待，希望这个节目早点结束，所以你就不用竖到你的亲戚哥。哎，你讲话不要这样看人，这样衰嘞，我赢过你嘞。对对对，陆酱，他上个星期赢你嘞。啊？哎呦，很可怜嘞，只不过赢那么一点点啊，真的是不足以挂齿哦。你讲话不要讲太大声，我肯定让你今天有一个很难忘的大结局。这个大结局将会是我一个人呢独自找到九张卡。让我们回聊，不用录聊。好，这要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的内容啊，同样的呢，我们会到 John Maru Plaza、 Century Square 以及 Hao Gang Mall 附近的邻里呢去玩游戏和送大奖。是的，同样呢，这一期我们会送出20000多块钱的大奖哦。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你也是最后一次赢奖的机会，要仔细看了。手上持有 More and More 卡的朋友，这是你最后一次来参加我们的双重赢奖活动。第一重赢奖办法是非常简单的，您只要仔细收看我们的节目，我们就会在每一个广告节目之前呢，会抽中一个图案，每对中一个图案，您就有机会获得10块钱的购物礼券，2个图案20块钱，3个图案30块钱。对中图案的朋友，你就可以高高兴兴、欢欢喜喜、快快乐乐拿着你的 More and More 卡到以下3间购物中心的柜台呢，换取购物礼券。记得哦，还是同样的，明天12点半开始发。而且每一间只会发出100份，最后一次送完就没有了。More and More 卡的第二重赢奖活动，我们在节目的尾声呢，抽出5位幸运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可以读得1000块钱的现金。哎，还有那个 SMS 赢奖的活动，它的奖品还是一样的丰富。啊 ，More and More， 那么多 More and More 的节目内容呢，我们都介绍完了，现在呢，轮到怡凤说话了。没有啊，要看节目 VT 最后一次。对，最后一次，没有看你们会倒霉的。第一回合游戏规则，每位藏宝屋主发挥创意，将3张奖品卡藏在屋子里的任何角落，挑战者限时30分钟到屋里去寻宝，找到任何奖品卡就可以赢走卡片上的大奖，没被找出来的奖品卡就归藏宝屋主所有。挑战者可以选择减少5分钟寻宝时间来换一个寻宝提示，哪一方赢得较多奖品卡就可以晋级到第二回合游戏，到购物中心去找更多大奖。